穿越世界一起看，无畏航行 Into1 2021是各国少年逐梦创造营2021，十一位少年春日组成国际男子超演组合。Into1 是出首张 EP 企划，组合成立三个月就已登陆六场大型晚会，同时 Into1 也不枉国际男子超演组合风范，手握三首推广曲，既有三星堆文化年度国际推广曲《鼓手回响》，又有热血军旅纪录片《新兵请入列》主题曲《燃烧吧青春》，还有昂扬向上的新时代冬奥运。全方位出击的国际男子唱演组合 Into1 在音乐道路上更顺势而上，组合成立未足两个月，试出首张 EP 企划《风暴眼》。EP 包含六首歌曲，其中先行曲 Into the Fire 更成为腾讯东京奥运报道喝彩曲。Into1 作为新人，至今已手握九首音源，那么音乐成绩是如何的呢？今天跟 Into1 的本人们一起看一下吧。首先，请跟腾讯音乐有你榜朋友们打声招呼吧。三二一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1。今年作为团体发表的歌曲数和成绩请揭晓下吧。激不激动朋友们？大家可以自己猜一下。这是我们成绩单、对，成绩单啊，第一个表现最好成绩歌曲，你们猜一下是哪一首表现、Wonderland Party 风暴眼猜个风暴眼。Into the Fire 每一首歌曲。 OK， 那我揭晓了啊，看一下啊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九首，细心的人已经发现他们看错顺序了，应该从上往下。九首哦，发表哦，是什么呢？五首、入榜五首呢？差不多是一首歌啊。家人问我，怀疑他们还是没懂，这生熬好像熬了个寂寞。我以为是男老歌呢、哎、你们期不期待这个进入 TOP1 的这首歌？我觉得风暴也不错。2021九月，这什么？六月 VS 2021年11月听众性别分布，就是这两个月的这种台歌的听众们的，对，男女的比例、哦、对，多少男、哦、风暴眼是英姿的发言，英姿的发言啊，第六名啊，咱们读错了，那个下应该，你看我说啥来着，应该是从上往下按顺序看。哦，这是一起的。好，那咱们再来一遍。二零二零啊，这个二零二零是成绩最好的是 Into the Fire， Into the Fire 对的，第一首歌成绩最好，那说明我们其他歌还可以。Into1 至今发表的九首歌曲中，五首歌曲进入到腾讯音乐有你榜中，并进入 Top 50前列，其中一首更是冲进了 Top 10前列。而这首表现最佳的歌曲，首张 EP 中的特别先行曲 Into the Fire， 以最高综合得分 89.55 拿下周榜第六的好成绩。Into1 初期和现在对比，听众会有什么变化？看男生女生的分数啊，男生女生九月份、哦、女生会多一些，六月份哦，九月份差不多，女生六月份60%，11月男性的比例会增加一点、哦，对的，嗯，挺好的，谢谢。听众领啊年龄分层。最多的是16-29-22，看来咱们那个广场舞宣传不够力度吧？哦，其实23到30，其实我觉得50岁以上的有一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我觉得我奶奶至少能够给1分，恭喜！最后恭喜 Into1 获得这么优秀的成绩哦！不错 ，OK， 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好热呀！拿着吗？马上结束。没关系，刚好在手上。哎呦，没关系，用掉。啊，没关系，OK 的，都是朋友。